하늘아. 这姚总监啊，下班以后没事干，就爱拉着同事们啊一起聚个餐。这聚餐的理由啊，包括欢迎你，谢谢他，吐槽领导吃吃瓜，蜜桃橘下午茶，生日快乐看球盘等等等等。这不相当于变相加班吗？你们也不反抗一下？这总比回家辅导孩子做作业强吧？行，一会儿见啊。